最后国家队进行投射新三线最高22条，高雄市卫生局动发200万。今年林世卡就是出用国家队的高雄进行科技，医疗用出用的三菱排排起来全台湾第一名。这叫检调查到，分别在两个所在偷窃22条医疗用催药的新三线，已经违反药事法57条，就是未经这个登记擅自制造医用口罩，裁处200万元。高雄市卫生局关于犯罪的侦查作端，法医同款的罚金，各大医偷窃的新三机构原料跟成品拢封起来。其实我们在规划进行做新增设产线，完全没有口罩生产，只是我们是做试车。新兴科技本来讲，也是为着工程会刷位来试机台，是为着要含收开开机台。它机台运送过来有没有什么问题点？跟原厂商反映，就是我们要验收这部分机台有没有顺畅。电风达新兴科技的负责人徐正立，他的也好是徐胜尧，用来说明了以违反游戏法裁定因被阿囝，一个30万，一个20万，搞不好单好传唤。东新闻高雄报道。